那你说北京都这样，我们8000人，你让河南家长不死去？河南131万考生，20000名到32000名这个区间段，家长们就所有的家长这个分区呢，家长们有一拼了，绝对有一拼。比高考更难的究竟是什么呢？搞不好还会影响一生。对此，焦老师有哪些建议呢？咱们一起来听听。难度降低是一方面，有的人觉得个别，我像语文吧，好多人反映语文容易，但是它有难的，数学难。化学难，但是每个学生不一样，他层次不一样，你可能有学生对他来说语文难，化学容易，这个难易程度不一样，大家都是在这一锅汤里边，都是，但是你确实这分数他卷了，都100人就10000人，我天，明年指不定，北京从来没破过6万，我估计明年不破6万，因为还有复读呢，因为今年这分这么卷，好多孩子拿着这分我不报了，为什么？我再等一年。有一学生考日本，您去日本参加高考，那不更卷了？那咱就不知道，咱也没参加过。原来咱说的兜底的几个学校，你比如说吉利大学、耿丹学院、中瑞这些学校，今年我估计都是家长们抢的重点。为什么？兜底，不想再让我们家孩子再复读一年了。复读多累，家长心也累，孩子心也累，这么大热天。这些学校也是本科是吧？是，原来分一二三本，这些学校呢，其实就是原来的三本。但是呢，现在没有一二三本了，统一就一个本科分，就一425，你过这条线就能上本科，过不了这条线你就可能只能去专科了。但是今年这线定了一448，我反正感觉你过了448都有可能脱档，因为你人多了，你像去年37000最后一名，我425能有学上耿丹、吉林大学能兜我，今年我考475，我不知道谁兜啊，这是北京的，除非你外地的也行，但是外地招生少啊，在北京一个专业招一个招俩，净这个，你敢保证你是那一个吗？所以说现在很多家长，北京市很多好几十万家长在那儿挠头，第一名不说了，北京市前8000名吧，不用考虑别的，很容易，想报哪报哪。人清华早来了，清华倒是逮着了。最难报的，现在我分析，今年最难报就是490到550，最难报，没事吧？竞争比较激烈，知道吗？你比如说物资学院这个学校，肯定今年是热门，很多家长都报物资学院。你像留北京嘛，北京工商大学，这都是咱说在这个550到490这个阶段，家长们竞相争的这种。20000名到32000名这个区间段，家长们就所有的家长这个分区呢，家长们有一拼了，绝对有一拼。因为再低了，像3万7000名以后，你就咱说只能报这个几个就几个兜底的。中国这事儿就是硬实力的话，本来就人多，今年1200万考生，那你说北京都这样，我们8000人，你让河南家长不死去？河南131万考生，北京差一分可能100-200人。河南差一分10000人，现在就是拿名次卡，你放心，不会出大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每年收的学生是有限的。你像清华，他就收1到100名，他北京就1到100名就是清华北大了，个别的啊，我报复旦，我就喜欢复旦，因为复旦有我一个喜欢专业，那保齐，他都锁死的，报多少名学都是锁死的。你咱说你可能拿一700分学校报城市学院就疯了。就我说的就是这意思。自打改了这以后，我觉得挺公平的。出了分以后，拿着分不盲目，你都知道拿着分以后，我就只能上这几个学校。原来你盲报，你有可能盲报，你报没考上，你都不知道为什么。现在，比如说你考了3万名，你放心，你拿着3万名报一35000名的，去年你放心，保证录你第一志愿，肯定录你，跑不了，反正。各个家长斟酌，第一你要斟酌什么呀？斟酌首先分高分低，斟酌985还是211，外地能上211好学校，你去不去？我去，我要学校好。有的家长就是什么呀？不用学校，不要学校好，我们就要愿意要专业好，这专业将来好找工作，哎也行。还有家长说没事，专业好学校好都不那什么，我们要求在北京也是，就各个家长条件不一样，还是取决于孩子。你留北京没问题，你要不愿意留北京，你愿意追求好的，那你就去外地。那分当年在北京没有竞争力，那好，外地有竞争力，那去呗。每个人不一样，清华它不是所有专业都是国家一流，学校是一流，但是它不是所有专业都是国家的顶级。它有的学校，比如复旦，它有专门一个专业，这个专业就是国家顶级的，这个在全国排 A 类 A 加类，你这个可以，你可以搜一下全国计算机专业哪个学校的专业排在 A 加第一名，你可以搜。
我这是我追求专业啊，我就要上这专业，要顶级的专业。学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？您是怎么看的呢？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。